康熙来过去介绍整形的案例的时候，有一点挣扎，就是难道要每一个人都靠着整形的方法把自己变漂亮吗？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稍微修正一下，看能不能够赎一点罪，就是有的人是不靠整形自己长好的，可能多少也是跟瘦身或者是整个牙齿有关吧。因为像戴牙套应该不算整形的一种，所以我们。你知道这样还是有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就不留活路给牙齿乱跟长得比较胖的人吗？可是有时候牙齿乱，它咬合不正，就是它饮食也会受影响，所以这没什么好不矫正的吧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做一集，就是牙齿很乱，可是吃东西还是很健康，然后得到人生幸福。这样起码可以矫正一下吧。好，然后还要做很胖的，然后过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健康。丑八怪也是很丑八怪。丑八怪，我们市场就有一个人生也不错。哦，不是，我真的。你觉得那一集主题有叫做快乐的丑八怪，会有来宾要来吗？这样对人家不太好。好，然后今天这些由明星们是号称他们小时候也长得不好看，结果后来变好看了，然后人生的际遇也因此改变了。那我们等一下跟他们约定一下，如果他们拿出来的小时候照片根本没有不好看的话，他们就要被我们问很可怕的问题。好，欢迎五位明星，你们好。这五个人当然现在看起来都非常的出色，可是小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先讲好了哈，等一下看你们小时候的照片，如果根本就不丑，纯粹就是来这边炫耀你们一辈子都很好看的话，换照片吗？来不及。除了这五位之外呢，那比较正宗的，从外形不出色长到了出色，是坐在我们对面，他们现在用面具挡住了他们的脸哦。那看到照片中的这八个是他们以前的照片。好，我们先来揭晓其中的一位，因为这一位竟然有曾经出过书哈，那本书现在我先不给大家看。封面好了，那这本书叫做《变身日志》，他给自己的副标题，我想他不一定愿意这个副标题，是出版社乱加的吧？台版丑女大变身，就是谁愿意都这样讲。判断年纪的话，淑珍觉得是大概几岁的人？30多。汉典觉得呢？这个大概45左右。这张照片呢？这个应该是我妈狮子会的朋友吧。已经做到分会的会长，看起来比较像有点杀气，有点杀气哦。蔡黄鲁呢？你觉得？对不起哦，40几岁。40几岁，差不多。感觉有生过小孩吗？像妈妈。所以尹莎小姐，照片中的你几岁？这时候我才30岁。30。当时有小孩了吗？我单身还没有结婚，可是常常被误会是妈妈。OK。所以你是狮子会的成员吗？是。没有啦，就是常常会被人家误会。尹莎，那现在请你站起来好吗？站在原地哈。好，这个是尹莎，身材好像还是线条很厉害。线条很好。那我们现在看她现在的样子喽哈。1、2、3，请放下。OK， 变窄。好瘦哦。可是是同一个人吧？对，我觉得是同一个人啊。这是妆不一样而已，就是只是照片中的他还没有动过那么多的手术，可是现在他已经又在补加了一些手术。哦，对，因为觉得说既然都瘦身成功变美，就想要更美。因为照片中的你其实已经不是丑女，只是可能手臂稍微壮一点。没有，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壮又很黑，然后所以整个年纪就会大，大概10岁以上。对，照片中的他是跟于秉彦吗？对。之前因为之前就是有在带一些 model 艺人，就跑通告，所以其实就是那时候常常被讲说，是韦如的妈，然后是他的妈，然后我就觉得很伤心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差多少岁，对，年轻非常多，对，现在的你，然后可是那时候就只要出去就是被人家误会是他们的妈妈。请问你现在实际年龄是？希望自己是28啦，可是就30几了，对。OK， 画面上的照片是你几岁的时候？哦，那时候才18哎，18哦，对，所以本来你的脸就是很缝的那种脸哎，对，往上提的很严重，对，然后这样胖挤上去就更缝，所以一直很想要把眼睛变圆，觉得这样会比较可爱。照片中是感觉就是只踩风火轮就可以去演风神榜了，是的，好，他算今天比较客气的哈，好，请坐，然后在座的女生当中有一个的男朋友。说我要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知道你瘦下来以后会很美的。那是谁的故事？我啊。
你的故事哦，是，所以你曾经有一个男友在你胖的时候就要跟你交往，说我要看到里面那个你，他就说，就是我就想说，就是在一起之后就一直叫我说你要不要减肥，你好胖什么的，然后说啊，你之前很胖，之前很胖，干嘛跟我在一起？他说我觉得你是肌肉骨啊，瘦下来应该是很不错。这个很帅的男朋友是跟照片中那个你交往？当然是不可能啊，这应该他也没有胃口好到这种地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是，那个时候还不是你的男朋友吗？那个这个时候是还很清纯，没有交男朋友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是还很清纯的时候啊。对，真的是才国中而已。哦，可是确实很前卫耶。对啊，打光也算是很有味道。好像有看到衣架是不是？有，后面挂了件。从小就很碍眼那样子。对，就很像低成本的日本恐怖片，下一个画面就会有东西。好，我们先看那个沙雅，她刚刚说她这样像保镖，然后会被排挤。可是实际上我们看都觉得沙雅现在这脸，照片中脸很 OK， 所以恐怕得变很多才会让我们觉得她值得变哈。来，沙雅，一二三，请放下。不是你了，是不是？是就是长大了吧？只是做了牙齿矫正而已吗？我们只有戴牙套。你没有打肉毒杆菌之类的吗？应该消了，因为那是半年前。感觉很适合加入某个女子团体。因为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大嘴巴的这个形态是很时尚的大嘴巴哎。嗯。可是小时候也常因为这样被笑，就都会，就他们会开玩笑说你应该可以吞拳头吧，然后。我就说不可能吧，可是我还是我回家偷试一下，有成功吗？没有，就只是想证明其实没有那么大啦。周小安，这个他现在的样子，如果在班上应该是受欢迎的，应该算是班花之类的。是啊，所以以前是被排挤，然后多快就长成现在这样了。我一直到大二才会打扮。有哪一位妹妹说每一天用餐费有50块钱，会花一部分钱去交朋友是谁啊？就是你哦。嗯。因为其实我交朋友花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每天都把我零用钱分给他。直接拿现金给对方？一开始是跟他分享我的早餐，或者是我可以买他喜欢吃的零食给他，然后到后面他就是变成我就直接给他了。因为他家境比较好，可是他爸妈严格不给零用钱，所以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喜欢你哦。他到后面不理我是因为他家的人不让他跟我当朋友。是因为他爸妈知道你是用钱在交朋友吗？不是，他爸妈不知道。那爸妈为什么不让你们做朋友？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像脏小孩，然后又是单亲，所以就不要，怕我带坏他。你说他有明确的跟你讲他爸妈说这些话吗？因为我一直不死心的追问他，我说为什么突然不理我，我们都没有怎么样，也没有吵架，我也没有惹你不开心。然后他后来就说你不要再跟我撸了，因为是我妈妈说的，要听妈妈的话。然后我就说好。我觉得是因为常转学交不到朋友，有这个原因。好，婉婉儿，是，听说你是网络红人哦。还好。请问你粉丝人数多少？40万。蔡黄汝多少？147。怎么样？别人可以让我问吗？还是这题就停在这里？蔡雅玲不要回答吗？你有十吗？Almost there。 你官网怎么了？其实是粉丝在经营，然后最近公司才开始，因为唱片的关系开始。刚才蔡黄汝要讲出147吗？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有点害羞，不好意思。他可能是很多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感觉。那就不要再加他啦，各位。加我吧。因为你的态度就是已经说够了，够了，我不要了。是，我突然间，因为我觉得40万是。很了不起，很多，真的很多，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刚要出道的朋友，累积很久都还不到40。你说赖雅妍啊？没有关系。丑小鸭变天鹅，小威则踩着康永纠正。旁边这位凯蒂，他说这是中学时候的照片，对，看起来就是很男孩子气吧，顽皮的男孩子。所以现在改变之后是。就动了刀吗？还是眼睛的部分又去做手术？一二三，请放下来。
眼睛也会太欧美。因为你眼睛小的时候应该没有被欺负吧？会啊，就你都会就是看我不爽。有些配角人物会很想要巴结一些核心角色。你听听你自己讲。四十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慢慢累积，慢慢拍一些影片累积来的。所以影片中的你已经是现在的你的脸吧，对不对？是是。所以我们要先看王婉儿现在变怎样哦。好，来，王婉儿，一二三，请放下。你还算正常哎。对啊，你跟照片中的人有差吗？对，有眼镜，没有眼镜。拿起来我看。这没什么好上节目讲，没有啊，胖哎，没有，只是服装的品味跟发型不一样。你把照片拿开，我们看看你的身材好了，好像是身材的样子，瘦了很多哎，他是瘦了啦，所以婉婉 OK， 因为脸差不多嘛，所以可是他符合今天的标准啊，就没有动刀嘛，有吧，隆鼻吧，他的鼻子这也明显哦，对，可是你知道你的脸型是跟就过去一样的哦。没有，真的已经小很多了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变瘦的时候脸还是很大，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。好吧，这张差比较多。你很喜欢在那门前面拍照。刚好那个位置。而且他似乎偏好这个角度。对，头要偏一边。所以你是觉得你是右脸美人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喜欢摆一些很怪异的 pose 这样子，所以也没有特别想要怎样，只是脸就真的很大。你现在如果再摆同样的 pose， 拍起来还是那个样子吗？应该也是差不多啦，对啊，只是换一张脸而已。没有换一张脸。所以除了隆鼻有削骨吗？没有啊。好啦，这张照片你觉得怎么样？有啦，鼻子就很明显。这张就很像现在的他。鼻子很明显。意思是说我还是很丑啊？不是你不丑，可是就不是一个说差到让他觉得哇，怎么那么惊人的感觉？就还是你啊。看得出来是。旁边的 Hannah 看起来照片中是牙齿的问题。嗯，如果不看牙齿，其实是可爱的。他右边那颗就是牙齿，像日本人哦。对，他右边那颗是牙齿，不然是什么？而且是咬了一个什么口香糖。稍微比较凸了，对。你不喜欢牙齿凸的女生？啊，不会啊，因为我之前你们都不好奇我今天是谁吗？我之前也有整牙。我不好奇是谁。我最近都做牛肉面给我公公吃，我怕他爱上我，知道了吗？做鸡给我公公吃，鸡啊！照片中你几岁？两年前。现在改变了？嗯。是靠着牙齿的改变。对，然后之前胖到60公斤。现在几公斤？43。OK， 看到一二三，请放下。哇，只是整牙，可是真的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哎。眼睛也有 do something 吗？有缝眼睛，缝了眼睛。鼻子是原本的鼻子。对，很多人都说你是做鼻子，可是就是戴牙套然后瘦下来就鼻子。没有整牙前有受排挤吗？没有，就日子都很平和。对，就是那时候也不觉得自己很胖还是很饱，所以过得很开心。那后来变样子的动力来自是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约我出去吃饭，然后就是结束回家之后，他就赖我说你怎么变那么胖啊？然后说你的大腿的肉都黏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就是走路的时候，就是他会看我身材。嗯，所以是他激励了你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回家又转电视，然后就看到 S 姐说如何检视自己的身材，就是把衣服都脱光，然后照镜子，然后当下我就马上。白衣服脱光是有别的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就你有教过他这个？我有聊过，说我很喜欢洗澡前全裸，然后看着镜中的自己的身材，看看哪里有那个比较不恰当的地方。淑珍会这样吗？我会，也会，也会。所以女重视身材女艺人都要这样子。我觉得女生很少有脱了衣服直接去洗澡的吧，一定要在镜子里面看一下。那不是压力很大吗？你只要看到一点点不满意，你就要这边碎碎念。对，就会心情很不好。然后就开始运动或少吃，对，这是你们维持身材的动力。对，就是一定要就是捏一下，或是看哪里不好什么的。那这题有压力有点大，我不想算了。怎么了？不好问哦，因为有别的老弟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我是啊，我都是直接去洗澡那个。很快吗？完全不停留吗？脱掉的手刀。
好，然后旁边这位凯蒂，他说这是中学时候的照片。嗯，对，看起来就是很男孩子气吧，顽皮的男孩子，小男生。所以你小时候是被认为是男生吗？嗯，对，从小被认为是男生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以前的五官给人家感觉是男生，然后头发又很短，然后个性也比较大拉拉，所以人家觉得比较像男生。所以现在改变之后是，你是有动了刀吗？还是？眼睛的部分有去做手术。其他的呢？其他部分是没有。所以有故意弄白吗？嗯，皮肤是有变白，因为会想要就是让自己皮肤看起来比较滑嫩比较白，所以还敷面膜之类的。如果等一下照片放下来，就会期待一个白一点，然后眼睛大的人，是不是？好，一二三，请放下来。眼睛也会太 over 了。妆白，眼睛是什么？是装很厉害的睫毛吗？对，然后上下都弄了假睫毛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这是你习惯的风格，是吧？哦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接活动，他们有些活动上会比较需要我妆再浓一点，但有时候用的太就是年轻，他被人家说哎好像小妹妹来工作。什么活动啊？就是接展场的活动，要看是什么样的展场工作。太长的时间埋没他眼睛这个角色，之后就开始你知道猛虎出闸，对，发疯。这个，所以你眼睛小的时候应该没有被欺负吧？会啊，就女生会就是看我不爽啊。你有分钱给她买早餐吗？不会，对，没有做到，没有做到足够的那个。是没有买早餐，但是会买点心。有买点心进贡她？对，因为那时候也是想要讨好同学啊。然后呢，有用吗？有啊，就买巧克力啊。然后一开始他们就很开心啊，然后到后来也是不理我啊。然后我就问为什么，他说因为你都会买点心巴结我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。就被看出来你的行径是在巴结，对，还有酒在巴结。学校这么难混哦，学校还蛮难混的，有些配角人物会很想要巴结一些核心角色。你听听你自己讲，什么叫配角人物？你们学校是在主演一部电影吗？我能够理解那些心情，因为阿雅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、啊。我听过他的那些内心的 OS 啊。你们自己有感觉到班上有配角吗？以前赖雅也应该从小就是核心人物吧。我身高高，然后又常常当班长，是少女迷恋的对象才对，所以很容易就是真的会变成，也不是核心人物，但是就是会大姐头，有什么事情啊被男生欺负，他们就会来。所以有人买东西进贡给你吃？不，我觉得是我会自己买东西请很多人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像小妹妹一样，然后就是来告诉我说哎怎么了怎么了，然后就是我的零用钱都花得很快，都是买东西请大家吃。一直看着 S 的这位戴黄帽子的照片，你看他照片，你觉得他几岁？四十出头吧。粉红小姐照片中你几岁？大一。你当时是从事哪一方面的？那时候是，你说现在还是之前？当时照片中的你。当时参加运动会。只参加运动会，就没有在做传销什么吗？没有传。因为他有一种社会历练的感觉，有，他很会做公关那种，对，纯粹就是学生，对。所以这个外表有使你遭遇到什么对待吗？之前呢，就想说要去应征 SG 啊，就 show girl， 然后想说你也要去应征 SG， 因为就是看到很多漂亮的女生在 Facebook 上面都放了很多车展的、啊、还是什么的那种漂亮的 SG 的照片，所以我觉得公司的老板压力真的很大哎，每天都要收到这些 SG 的，想要到 SG 的女生的照片，为什么他？他也可以 SG 啊，他万一是卖农产品，他为什么不可以 SG？ 可是我有应征上，我有应征上。你说当时的你的样貌吗？对，我就是大概投了三十几封吧，然后都石沉大海，最后呢有一封他终于找我去了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然后去到现场，我想说就应该可以穿那种赛车服之类的，结果去是什么大胆美少女，然后比赛吃虫蛹跟那个螳螂。可是其他跟你一起吃虫蛹的，有一些是真的美少女吗？没有，都差不多。就一群路人在吃虫蛹。青蛙变王子，小 S 意外被拖下水。阿宁塔特照片中几岁？小学六年级，长这样是很普遍的、啊。这个造成你当时什么困扰吗？
当初因为其实不高，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有91-101，哇，那时候的乳房大概应该有点小 S， 1-1.5吧。胸部太大，你要聊自己的胸部就聊自己的胸部，你干嘛扯到我？你现在的样子跟张明忠差多少？我矫正牙齿之后啊，就是龅牙部分有进去了，然后再来就是我因为矫正，所以我瘦了10公斤。瘦10公斤之后，我的脸啊跟身材就不一样了。其他部位都没有动刀吗？都没有，就是只有减肥跟整牙。现在看到你的人觉得你几岁？有人说18。牙齿很大，不好意思啊，可是。20左右啦，慢慢长。所以你现在真的是 SG 吗？我现在因为之前只能吃虫啊，然后现在的话，后来有人找我去拍那个《男人帮》，还有那个《时报周刊》。哇，对，就是差别待遇很大。因为是介绍化妆品那一类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那种泳装，泳装啊，就是。比基尼泳装之类的，还有介绍手机之类的，就是里面平面 model。嗯，好，粉红小姐，我们要看你现在样子喽。1、2、3，请放下来。18，18嘛，二十几快30，差不多了啊，是的。所以染发是 showgirl 常常要做的事情，是吗？对，那因为我之前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有去拍戏。拍戏哦？对，因为就是整完牙齿之后，然后瘦下来，然后我有去拍戏。那以前都是客串的，然后这一次是固定角色，然后就是拍了3个月这样。OK。对，每一集都有我这样，是因为改变就差很多。你变漂亮了，可是还是看得出来是你。嗯。就是是典型有一些部分是像。因为他只整了牙，其他都没动。你鼻子真的没动吗？没有，真的啊，可以捏捏看。OK。不是，我指的是这里。没有没有，我有画那个白色的亮亮的。因为你的三根已经快要通到你的领头顶。头顶。没有，因为我打亮。天灵盖。对，天灵盖。对。那个。现在你去吃虫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保留一种就是很适合去闯鬼屋或是闯关的那种样貌啊。那你玩玩儿，可不可以去吃虫蛹？嗯，会有一点不好意思，但是也是可以吃。但是旁边那个可爱的女生就不可以吃虫蛹，不太适合，不要吃。后面有两位男士，一个叫做查宁卡特，那是好莱坞的某位明星吗？对，帅壮的帅哥。因为以他为目标。查宁塔特拿的照片跟查宁塔特没有关系耶，所以查宁塔特是最近才加的名字吗？嗯，有一阵子了，大概2-3年，就是瘦下来之后才取这个名字。查宁塔特照片中几岁？小6，国小6，好六哦，小学六年级长这样是很普遍的啊。这个造成你当时什么困扰吗？当初因为其实不高，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有97-101，哇，那时候的乳房大概应该有影小的时应该有1-1.5吧，哇，那是胸部女乳症，胸部太大，你要聊自己的胸部就聊自己的胸部，你干嘛扯到我？因为小时候胸部很大，我想要强调我的更夸张。你只有瘦而已吗？嗯，对，没有动别的手脚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们要看他了，查宁塔特，1、2、3。放下。嗯，这不是同一个人啊，这不是同一个人啊。你他现在是柯震东那一路的人，对，以前是王梦玲嘛，对不对？王梦玲变柯震东，肤色也变很多哎。什么东西？如果他是王梦玲变柯震东，也差不多。旁边还有一位男士是 Daniel 哈。哎，那种照片中很 OK 吧？对啊，就科技业当中的某个员工吧。Daniel， 你照片中不会被欺负的吧？还是有哎，还是会啊。为什么？他们因为这时候是比较白、比较胖一点啊，他们有时候就会因为眼睛又很小，他们就会说就是很像白白胖胖、没整过型的韩国人。然后再往前一点，国小的时候。就是他们，因为我那时候更黑更瘦，然后他们就会笑说很像东南亚的人。所以你现在是变很帅吗？
也没有到很帅啦。因为照片中的他的体型跟现在的体型好像也差不多啊。Daniel， 你站起来好不好？对啊，差不多啊。所以你是要讲整形还是要讲什么？你是长的吗？长高了，长高吧，然后也变瘦了。因为其实在国中的时候，就是一直横向发展，横向发展，然后自己就不控制。对，然后我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吧，发现自己觉得这样不对劲了，然后就开始觉得就是要先瘦身，然后改变就是造型吧，发型啊，穿着。Daniel， 你现在的身份是有模特的身份吗？偶尔就是会拍拍平面。对，有正规的经纪公司签约的模特吗？算吧，算是。OK。对。所以你打算放下照片的时候，你要用这个标准来审核他，他得是模特的样子，已经是男模的样貌。好 ，Daniel， 一二三，放下来。跟照片中的他有一点不一样。如果没有这张照片的话，他就会直接被归到型男或者帅哥那一路去。可是有了照片，你就觉得也是合理的。你现在应该很受欢迎啊。也还好啦。我觉得讲话得要，现在好像很害怕的样子。他现在很像那个，就是从外国回来那种 ABC 那种小屁孩的感觉。你是从哪里回来的？国外，美国。真的是小屁孩。对啊。对，我觉得他现在里面藏的那个跟他外形不符合的那个，他是太害怕了哈，还是说你有阴阳眼？超假的，我没有东西。也许他真的是看得到鬼，所以他一直很害怕。我们这一集题材这么广泛啊，特别欢迎。好 ，Daniel， 欢迎你，请坐。好，那今天所以就给大家看，有的人会自己长成那样子，不过听起来就是减肥跟整牙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了哈。然后我们要看明星们带来的小时候的照片，你们现在都长这么漂亮，然后如果以前的照片不够丑的话，我们就要问很可怕的问题。哎呦，蔡淑臻的照片拿来看一下。这顶多就是模特儿啊，因为我收到的资讯是我什么少女时期，就我十九岁的时候。这是沙龙照哎，这个对啊，我以为是要什么刚出道的照片，这很时尚啊。蔡淑臻。完蛋，那可以放别照吗？我有别照。你有更可怕的吗？哦，这就是沙龙照了，这很漂亮啊，这还有腿耶。就说刚出道的照片嘛，所以你根本就是要逼我问你很可怕。不是，我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，你越放越身材啊。不是，我还有一张，你越放我后面。对，这张可以了吧？这叫丑照片，鞋很好看啊。你是有多少问题要问他？你人生没有苦过，对不对？有啊。你没有丑过。你想聊什么可怕的问题？他跟李佩旭已经是公开到不行了。公开到不行。所以你们两个交往的时候，身高方面不是问题。他比我高啊。佩旭比你高吗？他比我高啊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很高？因为我都穿好高的鞋子，我172，他有176。哦。因为佩旭比他高的没有很明显，所以。我一直以为李佩俊是小个子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觉？他一直有一种肉肉的那种憨厚感的那一种啊。他喜欢驼背，他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他又比较挺胸一点。所以你只要不要穿高跟鞋跟他出去就行。对对对，差不多。所以现在跟他还有话聊吗？很有话聊哎，交往很久了，都可以乱聊，对。然后聊完就说，哎，我们怎么这个也可以聊，好无聊啊。然后就，可是会不会变得太有话聊，反而没有那种想要跟他激情的感觉？这方面真的是少一点，因为他话太多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好的朋友的感觉。你说他在任何时刻都话太多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没怎么样。你现在跟你讲，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这么一点，就是在一起久了，本来激情的东西都会变少啊。姐妹淘也太可怕。所以你现在会宁愿跟他聊天，彻夜聊天，也不要跟他激情，很怕来不及拿出来。激情一晚跟聊天一晚，你想要哪一个？跟他都好，就只要是跟他。激情一晚，一整晚，有点没有，就是可以睡一睡，醒来就是在你自己安排一些，你想要你会自己安排 schedule 啊。我中间可以睡一下。对啊。蔡徐坤、李佩旭精密的举动，小威是解读超合理。所以他是你的伴侣兼最好的朋友。
对，也是我的儿子，我也是他妈，就他会叫你妈咪哦？不会，但他会躺在我胸口，然后像个小孩。我要喝奶，我要喝奶。你们这是好难导正的。你的伴侣兼最好的朋友，对，也是我的儿子，我也是他妈，这样。你是包青天吗？是你很爱照顾他，是不是？他也会照顾我啊，就是我们。就他会叫你妈咪哦？不会，但他会躺在我胸口，然后像个小孩。说我要喝奶，我要喝奶。你说他躺在身上，然后蔡徐坤就一直说儿子，儿子过来这样吗？我也摸摸他头呢，他会一直这样，就跟玩 daddy 是一样的游戏吧？你不晓得，这样会被逮捕吧？是玩不下去的。有些人就喜欢玩比较重口味的啦。哦，不是这种。哇，所以可以叫他儿子哦？不是啊，就是用妈妈对待儿子的方式对待他。就是会说乖啊，换尿布啊之类的，咕叽咕叽啊，咕叽咕叽，饿不饿？羞羞，对，要帮他吃东西什么的。可是这样很色情哎。嗯，你们这是好难导正的。你想要拿这些你们最近演的戏啊？对对对，最主要的目的。请问在座各位都参加演出了吗？就是我们三位。嗯。为什么每次？我也很纳闷，不要问我，每次要来宣传戏的时候，那我来干嘛？没有跟戏中的演员，你是专门以不参加演出而陪同出席的。我觉得我这可以变成我的职业。这个你可以介绍你的戏剧吗？不行啊，那你来干嘛？我来宣传唱片。好啊。你也不在这个戏里头。我不在。可是我可以介绍这个戏。你请。它其实是它叫《剑士英雄》，可称之为台湾的电视电影版的电视版的 CSI。是。是。对，谢谢妹妹。CSI 很难拍耶。真的很难拍，而且很花钱。拍那些血管的血流到哪里去？对对对对，特效就是在做这些，你要吃进去，然后经过你的食道，然后一直到你的胃是怎么消化，然后你的血液是怎么样。都拍了，都做出来了，质感是很好，而且你看他的外套，他们超用心的，他外套是他们的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是真的，在片中用的外套，是，对，制服。可是台湾真的有这个单位吗？当然没有，有这个单位，但是不是这个制服，对，也不是这个名称。所以这部戏里面最难演的角色好像是蔡黄如那个，对不对？你是鉴识官吗？还是我是行为科学分析，对，然后要背很多困难的台词吗？对，就是很多科学。所以你刚才在听沙亚讲说他，交不到朋友的时候，你在行为分析他吗？我已经跳出来了，已经忘光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就不会啊，现在就是蔡黄正常人。对，现在台词应该全部忘光了吧？对，因为我们已经拍好一年了，对，一年。对，然后这一年都在做特效跟后制哦，所以你应该算是新版谢祖武哎。真的，就是我跟他是他的灵异事件，对啊，是认识这种吗？但我们没有灵异耶，就是好无聊。但是有虚拟啦，没有到灵异，比如说用人血作画的画家 ，OK， 这是比较虚拟的。嗯，淑贞刚才的照片不过关哈。周孝安有照片吗？有。根本没差，好不好啊？这你敢拿出来？对啊，那你要不要脸啊你？你有没有魔法胶而已啊？你说这张是你差很多的照片，我整个眼睛都不对啊！这看少年没有啊？这看少年时就知道这个人将来会长成帅哥啊！这是什么？你脸完全没变啊！这就是小时候啊！对啊，对对对，你怎么可以来这里？是吧？这个你今天不能参加这集啊！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跟我们分享？后面还有照片，还有你看看更帅，这更帅啊！搞什么？我已经我没有什么年幼的照片，你没有丑的照片，你的不是不是，我没有什么小时候的，所以你也不是大胖子，以前没有胖子，中间那是人家长辈。我小时候差别很大，应该也是中间那一个才算差别。你如果从小就长这么好看，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差很多？你根本头发差最多，我觉得你根本没经历过不愉快的成长。我有经历过，真的，怎么可能？我都被排挤，然后被朋友脱裤子在全班人面前。你长得有什么好脱裤子？
因为头发以前那时候很爆炸头，很卷，然后就被脱裤子。因为那时候我班上几乎都是直发，然后也没有。什么？好那个排挤理由哦？你是直发的人集体排挤卷发的人？真的真的。Listen to yourself, OK？ 我现在是有弄直一点，不然很卷。那脱裤子是为什么？就是说 Q 摸完 Q 摸，他确定全身都 Q， 果然 Q 摸，掉了，掉了。所以一切只是因为自然卷。然后以前也比较疯癫一点，以前个性，所以都会觉得人家觉得你很调皮，很爱捉弄人。那根本脱裤子就是互相闹的结果。对啊。可是我没有去脱过别人裤子，做剧了，而且是在女生面前被脱裤子。那就是出于欲望吧。蔡黄璐一定也没有丑小鸭的照，因为他们说真的是少女时期的照片。喂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没有，是少女，他们说是炫耀。哎，我觉得我又被骗了耶！我今天带那个照片能看吗？等一下你收到的资料是什么？我们制作单位怎么跟你？就是以前丑的照片啊。那为什么你们听到的都是不一样？听到就是国高中的照片，刚出道。出来，谁出来交代一下？蔡黄璐，你这些照片根本就冠军好吗？这干嘛、啊？对不起，你这样有被排挤过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被送东西。麻烦你好好交代一下，你最近跟谁在一起？我没有跟别人在一起，我在拍戏。请你把你的感情史交代一遍。好了，她之前的男朋友是不是有上我们节目啊？有啊，最近的事对不对？朋友，他有说你们俩在一起？怎么可能？真的，他最后就说好了，不是朋友就是。我那一集有看。有看吗？对啊，但没有说。你没有call in进来啊？没有。我们节目有call in专线吗？满有十年啊！是你个人私人电话是不是？八三幺主唱是你的男朋友？不是，是朋友。朋友。那为什么要跟我们这样讲？他吗？我们就一直说你的女朋友，他都说不是女朋友，是朋友。后来问了十遍，他说好了，其实是女朋友。那我们真的是朋友。要不要播？我们真的是朋友。那应该是他乱讲话，可能他就是比较调皮个性。没有，他最后就说好啦，因为气氛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你们在一起啊。他怎么乱讲话？很不会说谎你。所以现在不在一起了吗？没有在一起。对啊，都还从来没有。还没。是他追不到你吗？也没有追啦，就是好朋友这样。他有告白过了？没有，但就是觉得会彼此互相觉得好聊，好聊，对的。那为什么不进一步？进一步啊，就彼此都很忙，所以只是卡在时间的关系吗？我觉得。那你现在戏拍完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啊？戏拍完就发片啊，所以就大家都很忙，所以有可能性，可是还没机会试试看。未来的事我真的不敢说，但是我所以如果撇开那些忙不忙的事不管的话，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个性上来说是我喜欢的。OK， 对，我刚才已经要被问可怕问题，赖雅妍，你一定也没有可怕的照片。因为我的照片是制作单位找的，他们说他们在网络上找。很猛的吗？这三个哪个是你啊？你如果是右边那个，是中间。你说是右边或左边？我觉得同学真的会杀死我，因为每次找到都是这张照片。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有。你是中间那个？很丑，我是中间。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？没有跟谁在一起。你曾经跟谁在一起过？我小时候我没有。你最红的男朋友是谁？如果讲出来的话，大家认识的。我一直很希望是刘德华啦。讲一个你交往过的艺人。这照片你收到的，我们蕊通告的人是说，请你拿出。没有，他是说照片制作单位会上网找，然后我自己不用带，我就带我的专辑。这张照片很可爱。我就带我的专辑来就好。他上这边根本就是像张曼玉啊。对啊，你这张照片也不像你长的是男人啊。你是陷害左边那位。是。右边那位也是。这两位是你的好朋友。对，国中的时候。所以你这个照片每秀出一次，你就要跟他们打电话道歉一次吗？其实现在这两个同学已经失联了，但是我在这边真的要郑重跟这两位同学道歉，因为每次在网络上都会找到这张照片。OK。对。所以。这也太小了吧！谁要看这种婴儿的照片啊？对的嘛。但是小时候很像男生，就是。没有，算了。好了，所以你有跟杨一展交往过？爸爸，这个。
这个哇，只要回答这一题，我们就好好聊你的专辑。也是，真的是合作上的好朋友，真的。虽然只有一只眼睛，但是。可以让我先送一下汗点 CD， 因为两位都有收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件事我们有点忘记了，所以你是歌手吗？对，11年之后又再次隔了11年，对，隔了11年，中间为什么一直没发？因为中间都在演戏，然后我觉得演戏演久了，大家都认为你就是一个演员，可是其实我一直还没有忘情唱歌这件事情。好像有答应要办售票演唱会吗？是，在那个在5月9号的时候，那一天是星期六晚上的8点半，我会在大河岸留言。西门红楼展演馆，那现场也可以挤进1000人呢，所以就希望好好宣传，然后我会好好练唱。算是有勇气的售票演唱会，因为如果不是是另外一个小型河岸留言的话，就可能不需要那么紧张。嗯，对。可是这一间还蛮大的，对，而且其实就是整场都是我，没有跟别人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对，没有跟别人。言下之意是说找很多来宾的人去，对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那时候在决定要办这个，他现在很喜欢挑。场地1000人左右的歌手来跟他表示，他是不能跟你一起说真的，因为我看到资料，他就一直炫耀说他从头到尾演唱会只有他一个人唱，然后很多人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找一些朋友来撑撑场面，他坚持不要，他觉得他一个人可以 hold 住全场，就是还是应该还是会邀请嘉宾，会有嘉宾，有来一次请5个，你好挖洞给我跳。是一次请5个，很不开心吗？很好，就表示人缘很好的人才能够一次请到5个。很棒的演唱会。请问你那么大的场次，后来票多快卖光？一秒。真的，因为所谓秒杀，就是要真的在一秒之内，就是说12点开卖，然后大家就立刻进去，然后就已经完秒就没买不到。所以这个一定要讲嘛，因为赖阿姨。所以我有压力。你开始卖了吗？应该购票的讯息就上那个摩尔国际音国际娱乐。如果没有办法一秒卖光的话，就要请5个朋友当你的特别来宾。我会希望透过自己的宣传，然后跟好好练歌这件事情，能够让更多人进来。不要靠朋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是会邀请嘉宾。你到底是什么话想要讽刺我？我没有，因为真的是我不是靠练唱跟。等一下，不是我。什么？你觉得是？他是说你秒杀是靠那5个朋友，不是靠你？不是，我朋友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的唱片公司的老板陈建宁，他是跟我讲说，你要不要搭配另外一个歌手？你们上面一个 set 跟下面一个 set， 他们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比较保险？就是你唱的歌会稍微少一点，但是你会有比较多的体力，就好好把歌唱完。结果呢？然后我就告诉他说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唱2个 set。他还是在讽刺。对啊。你不要笑，对。同样的事情，个人演唱会有值得炫耀他是一个人唱吗？每一个人演唱会蛮值得炫耀。个人演唱会如果不是一个人才值得炫耀，像他这样。小珍，你有带照片来？有啊，我以前照片真的很丑啊，看看他们几个，哇，这哪是？咦，这是瓜哥哎。对呀、啊，这张好像。小时候对啊，很丑啊，以前五官都很平啊，你很敬业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说这些照片是不是很可怕？中间这是妆的问题啦。对，中间那个啊就很平啊，五官非常平。哦，这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没有五官很平哎，那时候。不会啦，这样就已经模特时期了吧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是在瑞士。嗯，在瑞士念书的时候，那是我韩国。这个已经变漂亮了耶。嗯，这个是看不出是你。这个是对，这是我刚回刚从瑞士回台湾的时候吧。你有经过旁边那个女生同意把她调阅的时候看过去吗？提了火温嘞，也是没有看到脸的。对，那是阿姨辈的，看不出来。啊，走短发路。没有，那个时候长发，我绑起来。OK。绑马尾。那时候五官很平啊。你样子不太一样了耶。很不一样，五官非常。你一直说五官平，可是其实就是你啊。那时候其实就是很俗气的长相啊。会啊，就非常俗气啊，清秀哎，我觉得还蛮不错。很俗气的长相。
其实真的蛮清秀的，是，所以现在是变得很高级的长相，也不是高级，至少有两层有质感。你演唱会为什么找五个人来？就是至少有比较好，就是比较立体。所以今天艺人部分全部都没有鼓励到大家啦，就是他们以前就准备好要当明星，都是来炫耀这样子。然后对面的八位照片比较让我们感觉，如果现在你正处于那个阶段，有一天可能会长成不一样的样子，所以要对人生怀抱希望。好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玩，拜拜。谢谢。